走，咱们穿上段吧，今儿个穿上段，咱们到段。 那你过年呢？过年放假吗？过年也不放假。这共产党所里，一天都不放。那三十呢？三十回家早吗？
下班早吗？也不下班早，这不都是农民工吗？啊，农民工没有节日，你不干，准备你看。那你这边上这些房子会不会之后，之后会不会拆呀？哎呀，要提拆咱不管，不管骗事儿。嗯，咱们说你家走，我早上办，我一背我件事儿，这个，你家走你说走就走呗，啊，说走就，这不是共产党说话是吧？嗯。这我哪是共产党啊，国民党主委。你不明白，吃饭吧。还没电呢。啊，你看，没有电，你看热闹不？你看，这还一堆木头。哎呦，你在这边嘞？这不咋，在这儿做饭，做饭这里你看，也跟那个马一样，白活一样。住的，那老头在这边，我在这边，嘿，别打扰嘿。你也弄的热闹不？这还有个东西箱摆着，啊，那是要捏的。一会儿我添点花。水管，有水，有水就有生命，知道吗？嗯。吃饭。租楼房，咱通过挣这点钱儿，不够拿房费的，你得连吃带喝，得拿房费，拿个嘛呀？没有攒的钱啊，这也是得说，个人辛苦点儿，多攒个钱儿，天天的就是这样。他一上班去，我在家里，你嘞，跟这个小炉子就玩儿嘞。嗯，这时候坐这呢，添添炉子，烧点水儿，洗洗脚，晚上，早起来，用热水洗洗脸，挺知足的。是吧？这外头打工，有什么那个讲究啊？